点啊！好多人都说你跟多多跑哪去啊？人家都说多多和大脚挺配的，可不可发展一步啊？哎，大脚，你跟哎呀同框一下吧。要不然我培养你当大神啊！啊，培养姑妈就行了。呀，姑妈她老了呢，就不要去给你这培养你，你以后跟我拍视频可不可以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是不识抬举？不识抬举，这女士太不识抬举了。把你这么好的美女找你，还答应培养你，你还不答应？太傻了。是啊。把你捧火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跟我以后跟我混，行不行？行啊。哎，我看你最近躺尸挺火的。嗯。啊。没事，以后我们拿个席子，那里也可以躺，广场也可以躺，万圣节也可以躺，绝对叫你活。哎，多多姐陪你躺。嗯。啊？想不想我播放量20万、30万、50万？啊？我已经超过了。哎，你哪里超过？你就那一个视频，后面的就几天，连1万都没超过。你我把你捧火，你绝对是横店的流量王，真的。横店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捧火，除了我。没有了。嗯。啊。嗯。行不行？行。来。可以来。喊口号啊！走。走。好。加油。啊。加油。没动力呀、啊，你没吃饭呢、啊。怎么这么没劲呢、啊？来，男子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定胜利。啊。嗯。你这反应还是没二胖好。二胖，人家又还是二胖比你聪明。我发现你这个反应有点迟钝。啊？是啊。你为什么？不是他，他一般现在习惯自己拍自己，哎、你知道吗？他我看他拍他自己屁话多得很。你看他往这一站，他怎么都没话。不是他看到美女有点紧张。初次见面他还不熟悉，是吧？有点生疏。看到你的盛世美颜，把他给镇住了。